少年，一块儿八了。啊，七零嘛。啊，七零嘛，看节目了。哦，看少爷来了。少爷来了，看少爷了。我明白了。医药阶段的，郭雨佳，你想啊，刚才老郭刚说完那个说，不是你想他刚说完那什么，说那个娶一个贱人好养，不是，马上往后看，这里签上台来做个自我介绍，不应该，我叫陶阳，我叫郭鹤明，本来你要替我说呢。啊，咱们俩这回不说，唱一段莲花落。我们俩唱的时间也很长。哎，是，在湖广也唱。对，唱是这样。您各位多担待，这么长时间我俩调门没搭过。今儿我不是他死台上，就是我死台上。下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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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说正是二姐儿二夫人做，有铁的好马的好。小的夫妻怕人骂，叫了二娘谁家的小子像不家，二女儿端过年节照儿照的一顶罩，原来是鞋子的窗户找不到他，小鞋子见了亮拿了纸，二大地的溜啪啪的把当跳的平地下，二姐儿生来爱淘气，三寸金莲我讲的过哪个左边过那右边，左右边过哪个左边，二姐这么回个妹她的绑土里蛋顺着腿蛋绑上她一趴，她都磕了大门下，回过头来把当根掐，哎呀一声疼死我怎么打，一个鞋子在爱怎么打在你来吧。王二姐儿论家留思想清秀，倒霉又回头，今天没有办的事儿，要给二哥修个兜兜，向着里头跑，跟着里头搜，搜出来老太太小猫花花花养狗，跑出来几米的割断头，要给二哥修个兜兜，脚袖上四出大戏，四出大戏就在上头，头里出个酒的本事不一样，选这个二里出个酒的本事别开秋，三里出就在四郎看五，四里出个酒的本事黄鹤楼，当家儿没有什么秀，这一个十日的鬼秀秋，师傅我的都想在他的地方打，这个都能上来就选了酒大包，苏杭州河北州要吃一套到深州，你这苍州的十日锦州塔，离城四十到中州，赵州桥玉石栏杆向南溜，这个老骑驴向上走。那穿外面的灰穿了雅的低的高，有的官老没的官老还能再高。贫贱的那二妹没有一小妞。王二姐二妹不说，思想是七人秀。当二哥今天没有什么事儿，要到绣楼看民歌。记得这个这个这个马楼上，马楼上楼板是难多。来我来领他找一找，这个我都比我想吃个伟哥。就在里边找一个王二姐二，就在外边找一个王翠。我要你，我要你的不能少分多，擦干这块的土花镜，挥手我打的星光多，肥皂里面的正南的底，针线不能往楼下拖，叫丫鬟撕被窝。你说哪个撕？二哥回来的怎么摸？二哥回来都动作，心里哪有撕坏的断样板？你说哪个撕？二哥回来的怎么摸？二哥回来的怎么摸？那个毛窝矮，怎么摸？这里是二姐装我脑袋，瞧准了丫鬟的把话说。起来闹，欢乐听就当二哥。二姐闻听心欢喜，恩来哥，哎呦哥，恩来恩来哎呦哥，坐着二姐老虎哥。十三个台阶不得的下边的二哥的哥的哥的往下搁，睁眼我这来得快，二哥面前就在头里搁着一把手啊，拉住了这个张廷秀。六年的委屈我们。